你把快看呐，妈妈把你的梳妆台摆放的多正齐呀！啊，这不对，这些歪毛笔不是我在这里的。嗯，那他们是放在哪里的呀？这个不就是行李箱吗？这个是梳妆台吗？对呀对呀，它其实是梳妆台，简直一个是笑哟！哇，下面我来教你吧。好呀好呀。先放底座，镜子放在这里，置物架，小朋友都爱的皇冠，小公主，两色口红，两个戒指，两瓶香水，指甲油，梳子和刷子放这里，两个手链，两个超可爱的小兔子花圈，项链，一整套化妆刷，吹风机，带音乐的魔法棒，有三首音乐可以调换哦，还可以投影，还有公主宝石权杖。这样子的梳妆台玩具你们喜欢吗？